案都没有，我是受害者。真的说，这大半年来一直给人这样骂，这样怀疑啊，这很委屈，非常委屈。讲话带点口音，曾和金曲歌王萧敬腾杠上的日籍铁粉 Yuki 印象有记，先前因为 po 文用难听字眼哀告，被判赔偿老萧50万以及经纪人30万元，现在大动作登头版，断绝父女关系。斗大标题脱离父女关系声明，Yuki 本名樱山有纪，父亲樱山次郎即日起脱离父女关系，理由是被形容成骚扰萧敬腾的疯狂粉丝，发言被萧敬腾和经纪人方面提告，留下刑事记录，让家族蒙受羞耻，从此他和樱山家族无关。我是愿意原谅的人，但是原谅的前提是一定要诚实。诚实你所做的一切。Yuki 以讯息回复表示会这么做，觉得自己为家族父亲带来麻烦以及内疚的压力，认为父亲是个普通商人，现在网络上随便都可以搜到他被告留下刑事记录，令父亲很难接受。让我为你伤心啊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。实际拨打电话询问萧敬腾经纪人 Summer，目前未取得回应。这回因为 Yuki 大动作脱离父女关系，就是又被提起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